这个虾呢，这个泡着呢。哦，马站长，哟，哎，好看，你这。你使的真好。是，是没你好啊。怎么才6个碗呢？还不定来几个人呢。我请这么多人呢，那小萝卜、老萝卜，老萝卜，不是老萝卜，他把这小萝卜甩了，老萝卜来干嘛呀？嗯，真好。哦，对，能干。小李，哎，李大夫呢？ 李大夫，李大夫，哎呦，老师，病没治好，他不好意思来。是是是，小李呀，哎哎，你看大过节的，你说也没让你回家，挺不好意思的。事儿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们都习惯了已经。谢谢了。大姐，你真客气。那需要我做什么？啊，不需要。 知道你来干什么吗？喝酒啊！你来我们家，你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？那还用你说？干什么？把客人挡在外面合适吗？你觉得？你上我们家你是谁呀？我是豆豆的爸爸呀。豆豆的爸爸是干什么的？当然是董事长。干什么？豆豆给他爸爸安排的是干什么的？什么头？对啊，什么头？什么头？ 什么头？当然是董事。怎么了？包工头。是什么？包工头。我是包工头，是不是？是豆豆安排的。当然是豆豆安排的。好，包工头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还往里走。这怎么不能我？哎，你看你这身行头，这身衣服，像耳光头吗？你这不是来捣乱吗？ 你认为，在我家的衣箱里，能找到什么你需要的那种什么包工头的衣服吗？你要是找不着，你就别进去了。你说什么？是你太太邀请的我，你要硬闯我就报警。算你狠。 王老板，唐总，您这是？我到这儿办点私事儿。那你们先聊，我怎么可能你们？哎，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您说。能不能帮你刚刚换下来的衣服，借给我用一用？这可不行，我这衣服还是要，要见网华的。不，不是这件，是你刚刚脱下来的那件。哎，这件啊，没办法。豆豆对，有曙光的老婆说，他父亲是个小包工头，所以我，啊，明白了，谢谢。
不借。来了。你等等，嘿，这不是你同意让我来的吗？你是谁呀？嘿嘿嘿，这话问的，我是谁你不知道啊？你上我们家来，你是谁呀？哦，对对对，想起来想起来，我是王浩的爸爸。哎，他已经跟我说了一晚上了，万华是他干妈。我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好，王浩的爸爸，里边请。哎，你好。您是问我是谁是吧？我是王浩的爸爸。我儿子呢已经跟我说了一晚上了，万华是他干妈。哎，是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。我不认识。我不认识。我不认识。这悠悠的爸爸，我老公。哎呦呦呦，亲家！哎呦呦呦，欢迎欢迎，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啊，婉华，我不认识，这个我也不认识。这婉华是王浩的干妈，他怎么能不认识？对呀，婉华是王浩的干妈，他怎么可能不认识呢？是这个道理。对呀，婉华是你干妈，你怎么能让我不认识呢？说呀。婉华是我干妈。对呀。你是我爸。对呀。我那会儿太小，我不记事儿嘛。啊，小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家王浩啊，从小可就是吃着婉华的饭长大。走吧，你说他怎么能不认识呢嘛？是不是？哎，来里边坐吧，里边坐。不是不是，那个，我哎，行，歇会儿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。我去给他们倒杯茶。好的，坐吧。唐总，还走不走？下地库等着。好。那个，一二三四六少一。嘿，这真可以。这鱼谁做的？这吧。哎，开门去，开门去。好好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换了身衣服。换了身，一身衣服行。是谁呀？啊，收废品呢，我打发走了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换了衣服又来了。大妈，豆豆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嘘，我行我行。哦，好的。哎，豆豆，衣服。婉华，婉华，好久没见，你是谁啊？你是？我是唐金锁呀。我是。哎，曙光，放开，人家是两口子。不不，哦，那两口子既然来了，那你就坐吧，坐，坐，哎，好，坐。哎，你坐这儿，哎，好嘞。坐，别客气。我坐这儿不太合适吧？合适。这么着，不，我，反正这个，刘老师，我坐这儿没问题吧？合适。婉华，行吗？行。好嘞。行。好。那您的吧。不，还是我闺女心疼我，以后这么答应我。哎，这位就是尤老师吧？啊，对，是，谢谢尤老师，谢谢你收留了我的婉华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怎么能是您报答我们的？我要感谢你们家小李，没有他我还睡着呢。啊，哦，是吗？来，再坐，来，喝酒啊？哎，怎么没酒吗？不，无酒不成席呀。哎，这么着。我车后备箱里有两瓶好酒，等着。不，我们有酒。哎，是，怎么让客人拿酒？对，咱们家酒在哪儿？咱们家酒在哪儿呢？
按摩小李，怎么知道您家酒在哪儿啊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到我们家。不不不不，豆豆知道我们家酒在哪儿。哎，来吃菜，来吃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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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吃点菜。酒把酒拿来，来来来来。来了，我去拿杯子。哎，来，没有酒杯了。对，随便拿一个吧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来了，我给你倒。哎，将就一下吧啊。没事，没事，有了。哎，谢谢，您太客气了，大姐啊。在您沉睡的这十来年中，您知道您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！哎，吃菜，吃菜。这尤老师，我今后咱们再慢慢说。那我们夫妻就敬大家一杯吧。来。哎，来呀！来，节日快乐啊！来，干！吃菜。咱们应该敬一敬亲家吧。好，那来，哦，对，行啊，那我就代表王浩。对，敬你们两位一杯。好，知道自己是谁啊？王浩的爸爸。对呀。对，我他爸。的确是。是这么回事。哎，婉华，咱们一家是不是应该敬尤老师一家喝一杯啊？来，是。全家四口，节日快乐！好，谢谢快乐啊！来，咱们过来，中秋快乐！婉华，来，咱得过来碰。婉华，你是不是也要跟尤老师碰一碰？来，婉华，你得敬尤老师啊！哎，谢谢尤老师。哎，大姐呢？谢谢大姐。哎呦，好的。哎，大姐，谢谢大姐。不客气。来，干！哎，这回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喝，干！哎，大妈，齐大妈，谢谢大姐。还有，小悠悠，来。来碰一下，节日快乐啊！哎呀，这酒，我今天喝的是真痛快呀，真痛快呀！哎，豆豆，你得单独敬尤老师一杯啊！没有尤老师，你怎么能考上大学呢？婉华，你说应该不应该？敬。哎，尤老师。尤老师少喝一点吧。哎，我少喝一点。谢谢您。哎，不用客气。谢谢尤老师。尤老师干呢？干，一定得干。我陪一杯，来。啊，好，谢谢。王浩啊，你怎么不也得敬一下未来的岳父岳母一杯酒啊？是，敬啊，把酒倒。这还没结婚呢，就叫上岳父岳母了，太快了。怎么叫他爸？他让我叫的。你这咱逗小孩玩呢呗？对，逗小孩玩。倒是这话能逗着玩儿。是，他怎么能叫我爸爸呢？对呀，不叫。这应该叫吧？婉华是王浩的干妈，他怎么不可能叫你爸呢？哎呦，嘿，叫我叫，对，准备发酒，对，自罚，还有曙光呢，曙光，哎，尤老师，你们是一对笨蛋，那尤老师，来，咱俩干了，行，干，尤老师别喝了，
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呢？我是说，哎，这是人家家的事儿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婉华，这这么久了也没跟你正儿八经的喝一杯酒，干一杯！别喝了，在人家。哎，对，你们都好长时间没见了，就是应该增进点感情，是吧？就是，中秋团圆嘛，这怎么能不喝呢？喝一个嘛。大姐，您说该不该喝？喝杯交杯酒。刘老师，她是我老婆吧？来吧，哎，这是你老婆嘛？大姐说的多对，那我喝了啊，大姐，干。婉华，咱们两个也应该喝个交杯酒。喝个交杯酒，因为你是王浩的干妈，我是他爸爸，那这杯酒，咱是不是应该喝个交杯啊？别拉我，别拉我。来，婉华，王老板，生意上咱俩要多合作啊，干，干。来，我跟你喝吧，好，我陪你。别喝了，你劝谁呢？大姐，你看，他是不是该罚？婉华。来吧，行了，这杯我替他喝得了，不用，对自己来吧。哎，不是，唐总，你叫我什么？我一个打工的，你叫我拿我开玩笑？你别忘了，咱们怎么说的来着？不是，你先坐下。来，婉华，来喝，喝，婉华，这么多年，咱们一家三口就没坐下来，好好的吃点喝点。今天我提议，咱们三个，别了，少喝点。咱就借人家家一方宝地，咱们三个，来，一起，咱们一起喝一个团圆酒。你坐下，咱们一起喝。待会儿。豆豆，来，我们好好的，哎，生意。来，干杯！我今天要不跟你喝，怎么着？我就不是个男人。好，来，干！来，喝，喝呀！没事儿，不能，真喝，你得有我来。别喝了，尤老师，喝，慢点，没关系。尤老师，你别喝了，喝，这算什么？别喝了，都别喝了，少喝点。行了，少喝点。行了，少喝点。你掺和什么呀？别喝了，来，别喝了。哎呀，是，哎。大姐，您不该跟他喝那么多。大姐，阿姐，您睡的这些年，您家里变化太大了。没错，确实出大事了。我给你喝酒。啊，不用，您让我说下去。等等，你等我老婆子把这杯酒喝下去。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，我就不管了。我陪您，哎，慢点，哎，我扶您，慢点。谢谢啊，您等他，大姐，您看出来了吧？我们俩才是真正的夫妻。不是，我还可看真正两口子。对，啊，哎，我们是夫妻。哎，他也是我的老婆。你先靠边。你先靠边来。你靠边。我们两个是结发夫妻。他是我的半路夫妻。你先歇会儿行吗？
就你好说两句。喝酒。喝酒喝谁怕谁呀？你不喝点酒吗？喝完了一边待着。喝点酒。行行行，您知道吗？现在她已经不是我妻子了。对，她现在是我的了，不是我的妻子。我对她的感情比海还深呢。你先歇会儿。你为什么不能闭会儿？大姐，她现在离开我走了。她走喽。一边待着。好像也不对呀。大姐，我明白了。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看出什么？他不是你的了，对呀、啊，他也不是你的，对，没错，是谁的呢？谁的？是我们家曙光的。不是，是我看出来了。他听到了，是我看出来了。我跟你们两个说，这个是我的媳妇儿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行，一边待着啊！对，把嘴闭上。我跟你说啊，就姚老师啊，我就是商人，我只认钱和效益，别跟我说什么人情人情。不懂，你没人情，你就认识钱。没错，来，你就是貔貅。闭嘴！只吃钱不吐血。对，闭上。进去。进。到那边，抄一把。抄一把。王大冲，咱俩那生意。不给了，你给我对吧？上去，上去吧！哎，老板，开车。曙光，气死了，压死我！是，是谁呀？来，嗨，这，嗨，这，别吵！嗨，嘿，什么人？这是哪儿啊？你干什么呢？你唐一品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，啊？这是哪儿？这是哪儿啊？这不是我们家吗？别吵！你们家？你们家是哪儿？你们家在哪儿啊？啊？我们家就在这儿吗？你们是这儿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我家。哎，小王子。嗨，老大叔。说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哪儿啊？哎呀，他们家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他们家。我信。你家在哪儿啊？啊？我家。啊？我家就在这儿啊。你家在？我问你家在哪儿？你快这。这是哪儿啊？是我京城高速。京城高速，京城高速的哪儿啊？京城高速长了，京城高速北边在承德，南边在东三环，这是哪儿啊？下了京城高速，开车五分钟。开车哪个出口啊？我中午还有课呢。问小萝卜。小萝卜，小萝卜在哪儿呢？小。不是我中午还有课呢，我耽误不得，你知道吧？快去，赶快去！不是我从哪儿出去啊？哎呀，那儿也能出，这儿也能出，这是窗户呀！哎呀，这推不动啊！
劲儿，使劲儿。哎，对。妈，起来了。妈，妈，起来。哎呦，哎，小丽，你可别叫我妈，我别叫我妈，妈，妈。我，迎春，迎春啊，我是你妈，不是她婆。妈，你喝多了吧？啊，多了，多了。哎呦。有水没有？嗯，别吵了，睡。哎，谁呀？王大臭。嗯。哎，是不是王大臭？嗯。你怎么睡到我家地板上了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唐总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带着你们包工队都滚蛋！哎呦，唐总！哎呀，唐总！你也配睡在我这儿？哎呀，我说起来，哎呀，起来起来！哎呦，别别别，晕晕晕，太猛了，晕！我想起来呀，昨天你给我难堪，你灌我酒。唐总，我想起来，没有没有，开玩笑呢。那他们俩就是还有这件衣服啊啊，你宁愿把它扔到垃圾箱里，你都不给我。都不借我穿穿，我确实没想到你会穿着这件衣服进去。我这怎么了？沙发呢？摔了一跤。王大臭，就冲这件事儿。我不会原谅你。不是不是，唐总唐总，唐总，你听我听我跟你说行不行？唐总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哎呀，唐总，你这么挤的我，嗯，这么给我难堪，没有没有，你完全忘了在我这儿，你还想捞点什么好处？忘了，唐总唐总，在我这个楼盘项目里投标了吧？确实是投标了，唐总，唐总，这个一码是一码，它是小事儿，您甭往心里去。你放心，你放心好了。无论你投多少钱啊，哎呀，你要是能中标，那就见了鬼了。我信，带着你的包工队滚蛋。不是这。唐一品，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还就告诉你，唐一品，嗯，你别总拿着这项目这事儿来威胁我。没你这项目，怎么样？我一样活得好，好好的。那你贿赂孙助理干什么呀？以为我不知道？我你就是一个小人。你就是个黑心肠，我跟你没话说。不就是一个破相，我不要了，我走了，我走。我衣服哪去了？走，现在就走。你把我衣服扔哪儿？出去。滚出去！衣服呢？你的衣服？你先让我找着衣服再说。是这个吗？那最后的人物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扔我衣服是不是？你拿着衣服，出去！对，你玩什么？我玩。好，我陪你玩。我扔，我给你扔，我扔。扔出去！瞎扔什么呀你？唐一品，你们家怎么出去呀？这绕来绕去都绕地下室去了。啊，还没走呢。啊，从哪儿出去啊？你这儿也能出去？
那儿也能出去。实在不行，你爬墙爬出去啊！行啊。是啊，哪儿去了？拜拜。拜拜以后呢？以后呢？就这儿断片了。哎呀，你喝太多了。你真能喝呀，大姐。我没喝多少，不就大半瓶吗？我没敢喝，我现在这身体，我以前更能喝，要不然调我们厂工会了。嗯，再想想，昨天是我老公送完你老公。对，我老公送。嗯，要不打个电话吧。哎，你打我老公电话干嘛？你咋打你老公电话呢？还晕着呢，没醒。你原来咋？别等着我头不晕了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我。我等着，我看你怎么收拾我。让我转过来，在这儿，我看你怎么收拾我。唐一平啊，我现在算看出来，你的心真的是黑透了。你算说对了，心不黑还想经商，笑话。我问问你啊，哎，你先告诉我，你跟尤曙光，嗯，你说盖了多少层楼？要盖多少层？20层，是不是？没错。但是你真的要盖多少层？30层。哎呦我去，你就是个黑心肠啊！整整30倍呀！你没错啊，你多一套都不给人家啊？给谁？你不给尤曙光，你我给他啊？我凭什么给他？你就是个黑心肠的商人，我一块砖头我都不给他。你凭什么不给人家？凭什么？尤曙光那小子就是一个小人。哎，等等，尤曙光，你们家怎么出去啊？那保安告诉我，我说过这儿也能出，那儿也能出。保安说走到京城高速得走中午去。对，你，我下午有课，我20多年迟到早退都没有过，我为喝一顿酒，我给学生们放羊旷课呀，那不关我的事儿。那你赶紧的，让你的司机开车送我回去。不给，那你借我电话用一用，我婉华打电话让他开车来接我来。你还敢在我面前提婉华？他还跟我提李婉华，你也配？我的婉华在你们家享过一天福吗？我的婉华，他辛辛苦苦的在外面挣钱，挣了钱养活你们一家四口人。你再有，是你告诉我让我出去打工，让我去挣工作，实际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你搬到他们家，让他给你们当保姆、当按摩师。再有，你们就是吃软饭的。现在我的女儿租在哪儿啊？她只好住在集体宿舍去了。还有你们家的大胖娘们，她能饿得动吗？她没错，你还敢在我面前提李婉华？你也配？哎啊啊！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既然说到这儿了。我也把话说一说，说说说说说说，你们俩坐稳了，哎，说，咱们一块儿好好说，说。哎，你怎么把我新买的国瓷永丰源给拆了呀？有这回头我给你批发不行了？别吵了，你说，你说，唐总，王大冲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没有拆迁，我的岳母就不会为了多要一套房，逼着我跟我的前妻离婚。哎，没错，
如果没有拆迁，我就不会被逼着去住周转房。因为，我顾得了学校，顾不了家；顾得了家，就耽误学校。如果没有这个事儿，婉华也不会跟我换工给豆豆补习。如果没有拆迁，豆豆就不会把同学领到家里来抗拒你们的强拆。事儿嘛，全挤在一块儿了。拆迁、周转房、病卧在床的妻子、要补习的豆豆和来换工给孩子补习的李婉华，一来二去的，我跟婉华有了感情了，我们走到一起了。我今天想跟你们二位说的是，你们俩都是婉华的前夫，你们是了解婉华的。婉华跟我走到一起是有感情的，不用说你们，就是我的岳母和醒过来前妻赵迎春，也拆散不了我们，所以你们二位就死了一条心吧。你说你们三个人都成年人了，怎么一点控制力都没有啊？喝酒喝成那样啊！哎，你说谁呢？这个屋里就咱俩，我不是说你，还能说谁啊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啊，我能喝成这样，那不都是因为你给逼的吗？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是谁逼你去的？嗯，哎，就算不是你逼的我，那但是，那我去那也是因为你呀，啊。我知道你喜欢悠悠，你想把这假亲家变成是真的，对不对？那我这不就是为了帮你吗？哎，你千万别拿我的事儿打岔啊！昨天是你、唐叔叔、尤老师三个人为了华姨，你们三个喝得死去活来，跟我的事儿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个没良心的呀！我说你啊，我把胃都快喝出去了，我为了谁？你以为我真为了李婉华？啊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你看不出来我对赵迎春我都快把她当成真亲家了，我那么样跟她去聊，那么样跟她去说。我想起一件事哈，你说这赵迎春，她也真够傻的呀。我们三个人把这话都说成那样了，她竟然没反应过来。行啊，说你自己的问题，不要岔开话题。而且不要对赵阿姨进行人身攻击，人家赵阿姨人挺好的，人家温柔、善良、热情、好客，跟我华姨挺像的。你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我说赵阿姨温柔、善良、热情、好客，跟我华姨挺像的，我说错了吗？哎呀，聪明啊，太聪明了，儿子。你这一句话，那是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呐！你要干什么呀？我可听说啊，赵迎春在昏迷之前的脾气很非常不好。哎，她现在如果真的有这么多的优点，那她和尤曙光，那一定会燃烧起之前的爱情火苗，那尤曙光就有可能跟赵迎春死灰复燃。那这时候的李婉华呢，他就会被疏远冷淡，那这时候的我就有机可乘。啊呸，不是叫水到渠成了。华，就算我求你了啊，你别再搅和他们了，我睡觉了。什么叫搅和他们呀？啊？也不说声，我这正琢磨呢。你说这件事儿吧，要不彻底解决一下，早晚让那俩瘟神给咱捅出大娄子来，
唐一品，王大冲啊。什么事儿至于吗？这么犯难，就把你难住了？这俩算是招惹咱们要害了，完全有可能调整成进攻的姿势，让咱们时刻不能松懈。这样费脑筋啊。脑筋废了？嗯。主意想出来了？我这正想呢。嗯。与其时刻有可能让他们给咱们说破了，嗯，不如咱们自己跟他们说了。自己啊，咱跟大姐说咱家的真实状况。啊，你真敢想。不是，一点一点的，加着小心的慢慢透露给他，那是不是有可能降低或者说彻底避免风险啊？那谁知道啊，万一咱一点一点的小心翼翼的跟大姐一说，大姐受刺激了，噔过去了，哎哎，不许说啊，千万别说，听响了吓人。可是全家人整天这么提心吊胆的，脑袋上顶个雷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要不咱们跟悠悠取取经，让他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找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跟他说，看他有没有什么好建议。